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也非常感谢卫兵的推荐。I feel sorry to my international colleagues. I love to use Chinese to share my understanding. My best practice could be better. Hope you understand. So, 主办方问我一个问题，就中国的今天的产业能从德国的隐形冠军能够学到什么？我说很高兴 ，Phoenix 作为中德之间的合作的桥梁。我在德国企业里面工作了23年，可以说是中德合作的桥梁之一。今天我会分享我的思考，或者我们在中国的世界。第二个，今天我们谈的是先进的制造业，也就是以工业4.0智能制造为引领的整个的产业变革，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产业的一个视角。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产业视角里面，我们如何去引领一个新的产业的生态？我想 Phoenix 在过去的3到5年在中国的思考实践，也许是德国隐形冠军的传统的做法，也有是扎根中国的 Phoenix 在中国独特的思考 和实践。但不管怎么样，我认为这和今天的整个中国的产业的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有非常积极的参考的价值。那么我想我用一张 slides 和大家分享谁是 Phoenix。 我说 Phoenix 第一是德国的隐形冠军，这一点我就不详细介绍了。西蒙教授的一本书已经比较形象地去诠释了德国隐形冠军的魅力。第二是工业文明的优秀代表。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因为在过去的5年是中国互联网文明、互联网思维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国人都认为拥有互联网就会拥有世界，就会弯道超车。果真如此吗？我说我经常要提醒中国的政产学院的所有的朋友，工业文明是我们中国产业必须要跨过去的坎，也就是以创新和品质为引领的工业文明的精神，这是中国跨越新的互联网文明必须要走过的路。我认为德国的家族企业在工业文明的这个问题上的践行，对中国产业未来的发展应当说有非常重要的借鉴的意义。第三点，我们在电气自动化领域里面是最知名的德国企业，什么原因？因为是最扎根中国的，是100%的中国管理团队，而且是坚定的以中国战略为导向。所以我用这三句话可以形象的去介绍 Phoenix， 详细的细节我就不谈了。也就是说 Phoenix 是中德合作的典范。四句话，全球视野。虽然我是中国人，没有在国外上过学，但是我了解德国，我也了解全球。我跟德国人说过一句话，我坚决不学德语。为什么？因为只有不讲德语，我们才能在公平的视角上面去分享我们对未来的思考。我也不会在机翼公司工作，我的英语 is not good enough。 怎么办？我说我们用都不怎么样的英语去分享我们对未来的思考。所以我说既有全球视野，又必须要有坚定的中国战略。当然我们总部在南京，但最重要的 Phoenix 的视角就是要跟中国产业共同发展，真正融入到中国的产业的发展潮流里面。不要成为 Phoenix 在中国是一个德国企业，我们的战略 Phoenix 在中国就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企业，这句话在我们的行业里面 Number one。 OK，那我们今天在谈整个的以互联网文明或者说新的制造业的产业生态推动的整个产业的变革。那么当我们在谈新的产业文明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原点，今天中国的制造业，今天中国的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或者是巨大的机遇究竟是什么？我们只有回到原点去看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今天新的技术、新的机遇给我们的每一个产业和我们每一个企业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们叫新常态。那么新常态对我们任何一个产业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说六个字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就是过剩。中国今天在快速的20年、30年的发展之后，一切皆过剩，不管是产品还是产能，这个对中国的制造业是一个灭顶之灾，打引号的灭顶之灾。那么对任何一个企业习惯于快速增长的，通过粗放式的管理去赢得市场的任何企业，今天你必须要清楚，一切皆过剩。那么对于做好产品的，对我们有新的需求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客户的需求变了，所以说好产品皆短缺，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创新的最大的机遇。第二，也就是说过去支撑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或者我们企业粗放式发展的核心的资源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中国过去粗放式发展的核心的支撑资源今天都不存在了，最大的资源环保资源今天也许对所有的企业家来讲发现一夜之间天变了，过去环保资源等于零，今天环保资源在上海包括在南京变成天了。如果你不解决环保的隐患，你今后连路都没有的。第二，土地资源。第三，劳动力资源。当然毫无疑问，如果你要想进入新的产业，真正的人才资源，所以说我说资源倒闭了。第三个，如果说对于一个传统的制造业来讲，什么都过剩，什么都倒闭，我说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关门，要么转型。但是一不小心把门一打开，门外站着的全是野蛮人，也就是说今天颠覆性的技术和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已经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所有的传统制造业。那么你认为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只有一条路，要么 change 要么 die， 没有任何选择。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德国企业、德国的家族企业的思考和中国企业的思考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德国人仍然坚信产品为王，但中国人喜欢什么？解决方案为王。中国人言必解决方案，言必大而全，但是一谈到具体的产品，哦，那个是别人做的事情。这个马云也是一样的，他把世界全忽悠了，但是产品呢，是好产品吗？ I don't know。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德国人仍然解决问题的方法是 technology， 因为技术将会改变产业的形态。但中国人讲什么？讲商业模式，就是马云的忽悠模式。但是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 Yes， good， but not good enough。 第三个，中国人讲价格，德国人讲价值。德国人擅长 to B， 中国人擅长 to C。 我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前景下，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在中国发展的任何一个企业家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说 finish 是干什么？我的任务就是把两个结合起来，我既不做德国人的，哦，既做德国人的，又要做中国人的，否则在中国活不下去啊。你只谈 technology， 别人不理你啊。你只谈产品，人家说我要招标。你只谈 to B， 人家说要 to C。 所以我说对中国的整个产业的转型来讲，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这时候也就是说，你是纯粹走中国式的道路，还是走德国家族企业的这种艰难的坚定不移的做 fundamental 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道路呢？实际上这都是一个非常难的选择。那么毫无疑问，
当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是未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作为一个 2B 的公司， Phoenix 也是一个 in general 是一个 2B 的公司。那么 2B 的公司，我们必须要理解我们服务的产业发生了什么样的根本性的变化。今天我不展开了，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我身在其中，所以我会有切肤之痛。我们服务的行业就这四大领域，不管是以新能源智能电网引领的领域，还是智能制造智能工厂引领领域，还是我们今天谈的智能物流智能城市，包括中国蓬勃发展的智能电动汽车的蓬勃发展。 Phoenix 六年前从不做电动汽车内部的产品，但中国因为中国的坚定的支持，我们一定要进入汽车领域。但是很多人就问我，为什么你要进入汽车领域？因为未来的电动汽车它是一个融合体，它是汽车，它是电力设备，它是智能单元，它是分布式能源的载体，它是 2B 和 2C 的融合。我说这是 Phoenix 最好的跨界的一个平台，所以 Phoenix 在这个里面做了非常多的战略投资。当然我今天不展开了，我说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产业的趋势是什么。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整个产业的变化，真正能够影响产业根本驱动的力量是什么？有一个东西 Phoenix 并不是真正擅长，就是 material。 Phoenix is not really good， 但是 Phoenix 在能源在 energy 的九十年的历史，和在过去在自动化领域，在 IT Power Automation 的自动化领域，也就是 Information 这个领域，也就是说未来的整个产业的变革更多的是 Material Energy 和 Information 形态的变化组合和融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战略投资者，你必须要看到未来的五到十年真正产生的颠覆性的力量就在 MaterialEnergy 和 Information， 但是它一定是跨界的，一定是融合的，分离的去谈实际上都不会是真正产生颠覆性的创新，或者说颠覆性的商业模式。那么这个我毫无疑问，这是我总体的战略的思考。当然毫无疑问就是德国的工业 4.0 在2011年有一个 idea， 2013年在汉诺威博览会， Phoenix 是第一个或者是第一批德国企业在中国坚定的推动工业 4.0。 所以你们到网上查一查， Phoenix 推动工业 4.0 是最坚定的。为什么？因为当德国推工业 4.0 的时候，德国公司不同意在中国推工业 4.0， 我们就开始推了。这就是中国特色，因为我们相信中国的制造业，也就是和整个的未来的产业互联网的结合是中国产业的未来，这一点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也会帮助中国的整个的未来的制造业的转型。我说我要感谢工业 4.0， 为什么？因为德国的工业 4.0 让中国人终于醒来，认为制造业也会有未来，所以说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进入到制造业的领域，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才不仅仅被马云忽悠走了，也会回到所谓的制造业的创新的领域里面去。我认为过去的三年，工业 4.0 帮助中国把资本和人才从一定意义上讲吸引到制造业未来的创新和颠覆的发展里面。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不要学美国人，美国人说制造不是竞争力，什么都可以外包，德国人说制造就是竞争力。所以我说不要学一般的美国人，要学GE，GE的制造 number one。 所以我说我们一定要不要简单的去看美国的制造业，你要看支撑美国制造业的最核心的公司，它对制造业的战略投入是什么，还不是外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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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如果你仅仅会外包，你今后制造业的创新的基石，所以刚才我们的GE的这个 Christine 讲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例子，
也就是说今天的美国的 productivity 不能够有根本性的突破，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制造业没有跟创新的载体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说创新一定要跟制造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说在过去的三年，我们把工业 4.0 智能制造和中国制造2025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讲中国讲了很多的互联网加，但是对智能制造而言，对制造业的转型而言，我说了一定是融合 IT 的智能未来。它一定是什么？它一定是三大 IT 技术的融合。这一点我相信今天我们周总说实在，我们说 advanced manufacturing 的这样的战略投资一定要清楚，没有核心的 industry technology 的支撑，只有 information， 只有所谓的 data technology， 不会是制造业的明天。所以我说如果我们学习德国的产业，学习德国工业的核心的技术，那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讲的不是互联网加，我们讲的是智能制造，我们讲的是真正工业和互联网的融合。前提是什么？核心的 core 是 industry technology core， 但是我们要坚定的去 integr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同时我们要去抓住未来的 intelligent technology。 所以我说未来的智能制造是三大 IT 技术的结合，但是对制造业一定要有核心技术，一定要有核心技术，对 core technology 的这种战略性的投入。所以我说我希望我们的资本也能够对真正的在核心技术，也许有些公司有核心技术，但是因为不会忽悠，它今天的价值是低估的，最好的机会跟它合作，跟你合作之后一年之后它的 valuation 就 double triple ten times。所以我的目标就是要找这些公司，不会忽悠，但是它有核心技术，我来给它嫁接 IT 的翅膀，嫁接 intelligent technology 的翅膀。虽然我的能力有限，这都是大佬，没关系，我们可以合作。所以我说，当我在推动中国制造2025，在所有的这个场合里面，我讲正餐春宴的餐，我讲中国要讲智能制造，一定要回归本源，基石是什么？质量和创新。没有质量和创新引领的智能制造，就是 rubbish in, rubbish out。 所以说 finish 做什么？就是本土创新，要坚定的在中国做创新。我们是德国家族企业，你们在中国做创新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因为我天天跟德国人吵架，我坚决不同意德国人控制 everything。 平台可以同意 transparency，但是一定要以中国战略为引领的本土创新，我们才能真正融入中国。所以也就是说 Phoenix 的特点就是什么？把德国人的方脑袋嵌到中国人的圆脑袋里面。你看我像一半是圆脑袋一半是方脑袋，我跟德国人没问题，百分之百的就事论事。我时间不多了，但是以前有一批德国人跟我开会，开了一半就是丑，我说 What's wrong with you？他说我在德国来之前上了一个中国 culture lesson， 他说跟中国人谈生意就是前半段什么都不要扯事，就是忽悠。我说你认为我是传统的中国人吗？我跟你来谈话第一个半小时就是应该谈事的，你跟我扯了半天也没谈什么事。我说我们就是要就事论事，我想说的就是说要方脑袋和圆脑袋的思维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最后我讲的就是说，在智能的制造的这个大的世界里面，最大的未来也就是刚才我们各位包括 Christine 这么都谈了 ecosystem， Phoenix 在中国要作为一个最小的家族企业，要架起中国智能产业生态的所谓的战略连接者，所谓的引领者，智能产业生态的建设者推动者。因为你看德国的工业，它不是，它就像德国足球一样，不是仅仅靠西门子能够赢得未来，不仅仅是靠 Bosch 能够赢得未来，是靠几千家真正像 Finish Contact 一样的这样的隐形冠军相互的合作，打造成为真正的智能产业生态
工业的产业是呢，这才会有未来。所以我说 Phoenix 在过去的三年在中国是坚定的去推动整个中国产业中德合作，在中国政产学研合作去推动整个产业合作的。我最快的速度简单说一下，我们在两年多前我们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智能战略推进联盟，把政产学研不管是政府去推动智能制造，中国的领先的研究院所成为国家级的智能制造创新平台，我们跟中国的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第一个工业 4.0 实验室，跟我们的客户行业包括我们的专业院所等等等等，这个月我们将会跟上海的一个国家级的研究院将会共建上海也就是国家级工信部国家级的科创中心， Phoenix 是唯一的外方的股东，也就是说 Phoenix 要融入到整个的智能的产业生态里面。我刚才讲的比如说教育，因为中国的智能制造一定要有未来的教育，不能够创造打造适合智能制造的人才，未来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低技能的工人失业了，但是能够支撑智能制造的不是机器，仅仅是机器换人，不是黑灯工厂，是需要能够 handle 智能制造的所谓的高技能的所谓的人才。所以说智能教育是引领智能制造的一个基石。第二个就是说我刚才讲了上海智育院，我们要共建创新平台。今天智能制造刚刚拉开大幕，任何的产业都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需要产学研的深度合作。不要相信有一个人跟你讲你有完整的解决方案， No， 没有一个公司能够有完整的解决方案，或者是 Right Solution。 第三个就是在标准，我们在中德的标准合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 Phoenix 也是德国标准化委员会的主席单位，也是德国 DKE 的主席单位，我们积极的去推动中国和德国在标准方面的合作，包括现在跟美国的这个在工业 4.0 工业以太网工业这个互联网方面的这种战略的合作。因为我经常讲中国的产业既要有中国的特色，又要能够以开放融合的心态去与全球的整个的核心的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能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我跟德国记住一句话，今天来的都是大佬，只有我是小佬。为什么？德国家族企业从不上市，从不借银行的钱。我学 MBA 学了这么多年了，十几年了，我以前从来认为很丢人，但是我说了，任何企业都有它的独特的 DNA 和它的核心的，任何事都是对的，但是我说在中国一定要融合。所以 Phoenix 在中国推出一个战略叫本土合作伙伴计划，通过 Phoenix 在工业 4.0 在智能制造政产学研智能产业生态的理解，和中国10到20家在这个领域的优秀的中小型企业进行全面的深度合作，包括股权合作，但是我的条件是不控股不收购，成为它背后的战略竞争力。今天去年我已经中国的领先的历史软件工博会11月将会有4个重大的本土合作伙伴计划，但所有这一些 Phoenix 都不是作为财务投资者，我们是产业的深度融合，去打造数字的制造和数字的生态。同时我们也会跟政产学研产学研的合作，我们跟江苏省经信委苏商会去发起江苏智能制造研究院，这是在中国省级的研究院里面是第一个，是以 Phoenix 为主发起人的江苏智能制造研究院。刚才我讲了，这个月我们将会跟上海上智怡将会发起将国家级的科创中心， Phoenix 做一个小的这个参与者，也就是说 Phoenix 希望能够和真正的中国的领先的研究院所能够合作起来进行。最后就是说，我说了我们既要谈自动化产品技术，同时我们要谈制造，因为智能制造一定要跟制造技术工艺技术和工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所以 Phoenix 在中国就是把这两者之间结合起来，但是德国的家族企业这两个是分开来的，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结合起来，也就是说
对任何一个未来能够参与到智能制造战略里面的人，一定要强调融合、跨界，也就是在企业内部也是一样的。我今天把我的制造部门、解决方案部门和 IT 部门的人全部把它放到一起，成立一个公司叫 STS 公司，叫 Smart Technology and Solution 公司。因为只有在企业内部的能力的有机的融合，才有可能去帮助你的客户，帮助你的产业能够带来独特的跨界的价值。所以最后我说了，不管是我个人的使命还是 Phoenix 的使命，就是连接靠谱的人做靠谱的事，然后一起永远甘当配角，一起去打造未来的中国智能产业的生态。希望未来今后 有机会能够各位的大佬和各位的产业的这个推动者一起携手，一起分享。好，谢谢大家，谢谢。